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阿姨师傅说不要打肚子，会臭肚。打头。哎呦，远方那边撞了哦。 有没有打肚子？阿姨师傅说不能打肚子。哦，这是大哦，好亮哦。 来，慢跑哦！没有前进，它往上的时候我拍不到，有没有？它往上的时候我拍不到啊！慢跑！ 哇！喂，无夹个哦。好，来，多一支。老高鱼。 宜兰大同乡韩溪部落，韩溪又称韩子人溪。是番社康溪支流，由于水流湍急，溪水非常凉冷而被改称韩溪。韩溪位于罗东溪上游，番社康溪畔，海拔约250公尺处。 韩溪村，这里是由韩溪、四方林、华兴还有星光四个部落所组成的。